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普贤大师之德，第三。 是光修供养，这个意思是：诸佛如来为最上福田，当其正信信。 上妙财法，所谓最胜花曼，图香自采众具，皆以勤修善根菩提妙法，借习无量以用供养。 古人广修供养，在菩萨对一般众生叫布施啊，布施。 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不是对我们对诸佛如来、对父母师长呢，啊，就称为供养。啊，布施供养，似是一样的，那个心不一样。啊。 尤其是普贤菩萨的心，前面跟诸位讲过，啊，记住普贤菩萨德号的含义，啊，德州普贤，啊，德州法界，这叫普，调柔善顺。 月心，用这样的心来广修供养，这是普贤心啊！普贤心是平等心，上对诸佛如来，下对一切众生啊，不叫布施了啊，都叫供养。 那么由此可知，为什么《大乘经》里面说菩萨不修普贤行,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这个意思我们就明白了。菩萨还是有分别。 啊，用布施供养，那就是分别；普贤没有分别了。啊，为什么要修布施、修供养？佛门有一句话说：“佛慧双修。” 有所为，法轮未转呢，是轮现呢。我们看世间法，再想到出世间法，如果没有福，就不能成就。 啊，所以人不能没有福报。诸佛如来他们的福报是圆满的，所以经常称他做最上福田。啊，没福啊，没福，我们的众福啊，啊，修福就是众福啊，这就好比。 五谷杂粮啊，我们勤于耕种，这才能有收成啊。耕种啊是因，收获了是果。不但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世间圣贤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说到福报啊，第一个是财富，财富从哪里来的？从《大成经》里面讲。 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第一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啊，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啊，自信没有生灭，自信是清净的，永远不会染污，啊，不生不灭。”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一句话。 就是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啊，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具足的德，具足的智慧，头又是智慧。 啊，无量智慧。第二个德是能力，我们今天讲能力，德能。第三个是讲向好，向好里面就讲的财富、寿命，这就属于下，寿命也算是德。啊，无量寿是德了。 相好庄严是福报，经山形容，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我们地球上的人啊，相貌最好的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那么智慧的相，我们虽然有，我们迷失了自信，所以性德本来具足的，我们现在享受不到。啊，自信没有生灭，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 真的有六道轮回啊，有设法界、一真庄严，这都不是自信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六道了，脱离设法界了,就了，就见性了啊？那个时候，跟慧能大师所证得的。 就相等了，啊，也可以说完全是一样的了。能大师所证得的，跟设法一切诸佛是平等的，啊，明心见性才平等，迷失心性呢就不平等了，啊，性具的。 不能起作用，那怎么办呢？那就要靠修德了。啊，好比你家里头有亿万财产，啊，是在你家里，你享受不尽啊。你现在流落到这个地方了，举目无亲，你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嗯，那怎么办呢？ 咱他去打工啊！你不打工，你没饭吃啊！落在设法界，落在六道里面，就是你离开家园了。你不打工就不行了啊！这个打工叫修德啊！那你要修智慧，你要修财富，你要修健康长寿。 都修这些啊？那佛教你修啊？怎么个修法呢？不是供养啊，学布施供养，财布施得财富。那财供养了，那就得大财富啊？为什么呢？你的心真诚，你所得的财富比那个。 布施的要大，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你得真干才行啊，啊，不干不行啊，啊，所以佛在经教里面，无论大乘小乘，可以说是。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劝导我们福慧双修啊！那只修福不修慧行不行呢？不是不行，果报不一样。那如果专修福不修慧？ 没智慧，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大象挂璎珞，大象是出生，过去生中啊修福，没有修慧，现在投胎在出生道。啊，这个大象啊是过往乘这个乘坐的，啊，所以。 满身的说珠宝啊，披在身上，福报啊，他有福啊，啊，跟我们人一样呀，带、啊、的一些珠宝璎珞，大象也带珠宝璎珞，那个价值比你带的还要名贵，过往的，啊，这是什么？前世修福不修慧的这个果报。 要是专修慧不修福，佛也一个比喻，阿罗汉，他真的阿罗汉，他修慧呀，真阿罗汉果，到外面去托钵，没有人供养，托个空钵，啊，这两个比喻很值得我们反省，啊，是有佛教给我们。 佛慧双修啊，啊，你见性那就不说了，我说信得流露，没有见性呢，一定的佛慧双修非常重要。你看它排列的顺序，离经诸佛，称赞如来，接着是光修供养，你就晓得重要性了。那么佛体。 我们中福，中福啊，要找福田，要找最上福田。最上福田是祝福如来。这祝福如来还要我们去，不是供养吗？不要了。 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找诸佛如来呢？诸佛如来的十八庄严图，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庄严它？有，用什么方法呢？ 发菩提心，修戒定慧，就能庄严诸佛如来舍宝土啊！我们没有看见的，真发心，真修行。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地方啊，发菩提心，真正念佛，极乐世界七宝莲池里面就一朵莲花长出来了。那个莲花就是我们将来往生往生之处。 这个莲花也庄严了七宝池，也庄严了阿弥陀佛的国独。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是供养诸佛如来的真实意义。 我们今天很不幸，落在六道轮回里面。祝佛如来慈悲慈悲到极处啊，一个众生都不舍弃。 啊，佛是门中那么，视现在六道，视现在人间，我们要帮助佛戒淫众生，帮助佛教化众生。 帮助佛普度众生，这是不是无上福田？是啊，啊，真的是无上福田呐、啊！你要有慧眼，你要有善根。 啊，那么今天佛法在这个世间，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世间人用什么眼光来看佛法，都带着怀疑的眼光，见到佛法呢？ 是宗教，是迷信。一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敢接近了。啊，这是现代。 那我们要怎样才是真正的供养诸佛如来？还原观上给我们讲的四德，我们要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的供养诸佛如来，你就修了无上的福田。 啊，这个是的。第一条，随缘妙用啊。第二条，唯一有则。第三条，如何制止？第四条，待众生苦。 的真修啊，这四条里头最难的是第一条啊。第一条上，你要是不觉悟，你做不到啊。啊，可是大彻大悟啊，那真不是容易事啊。怎么办？那我们想想。 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为什么？就是为我们。我们对于佛法的真相不知道，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也不知道。 啊，佛师大慈大悲，苦口婆心的，天天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了，让我们觉悟了。这个觉悟虽然不彻底，管用啊！管什么用呢？我们知道怎样做人，知道怎样跟佛学习。 啊，知道依教奉行，就能够啊，让佛法在这个世界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真的。 广修供养啊！我们看看释迦佛灭度之后，弟子们把弘法的任务、教学的任务担负起来了。 在家的弟子，许多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护法的工作他们承担了，浑乎一体啊！佛法传了几千年，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有些地方两三百年以后就没有了，也有些地方啊五六百年、七八百年啊，佛法消失了，传到现在，中国历史记载是三千多年。 啊，外国人承认的两千五百多年啊，传到今天啊，今天还有没有呢？有，有正法越来越少了啊，佛法变质了。 为什么？这里头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在前一个世纪啊，我们还不能说前一个世，前一个是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初期之前。 东方人还守着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教育啊！我出生那个年代啊，应该是我在十五岁之前那个时代。 人都还讲求伦理道德啊，西方世界呢还遵守宗教教育，还受到神的约束，社会秩序。 稳定啊！啊，还有一些高僧大德认真的修学，在红船。二次大战之后，这个社会开始动乱。 啊，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终止过。啊，科技发达了，人们的贪嗔痴慢了，欲望啊不断的上升。相信科学，不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了。西方人也不相信宗教了。 变成什么呢？变成人心失去了依靠。我们佛法讲皈依，人心没有皈依处了。啊，这个是今天全世界混乱第一个因素。啊，西方的宗教没落了。 东方佛教也跟着没落了，变值了。啊，佛教不是宗教，它变成道道地地的宗教，我们不能不承认呐。那、啊、宗教呢，真的是迷信。 啊，所以我在想，想想自己，啊，小时候，啊，父母带着我们呢去拜佛，啊，拜神，小孩嘛，我们相信啊，哎，走进城隍庙，啊，母亲常常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你看看有果报啊，看看阎王殿、啊。 哎，真的害怕啊！那这印象深刻了，确实影响了一辈子啊。起心动念呢，会想到城隍庙，会想到阎王殿啊，自然就收敛了啊。可是以后慢慢长大，到十几岁上学念书了。 啊，学校里不讲这个，学校里说那是迷信，啊，那是封建时代吓唬人的，啊，我们也听得很多，于是对宗教再也不愿意接触了。 啊，也就相信科学。实际上，科学是什么？一无所知啊！啊，实在是呢，佛教表现在外面，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尊重。这半个世纪。 可以说，我们说一代不如一代呀、啊，这太明显了。我们用十年做一个阶段，十年十年比，大幅度的向下滑坡、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我们终于搞清楚。 搞明白了啊！所以我感激方老师。如果我要没有遇到他，我这一生都会把佛教当做迷信，不会碰他。啊，我跟老师学哲学。 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把我从前错误的观念一百八十度的扭转过来，啊，告诉我，释迦牟尼佛不是神呐、啊，他是什么？方老师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啊！我跟他学哲学，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才真正回头。啊！佛法讲的。 回头是岸呐，啊！而方老师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啊！如果我走进寺庙里一看，跟方老师讲的不一样啊，我就会怀疑了。啊，那方老师把话讲在前面，啊，佛经哲学。 不在寺庙，在哪里呢？在经典啊！他叫我去找经典，从经典里面去学习啊！告诉我，古时候这个寺庙是学校，寺庙里头的出家人，那真的是有学、有德行的、有学问。 啊，愿在寺庙的变值了。研究经典的人越来越少了。民国初年还有，现在确实非常少了。啊，所以你要学佛呢，你从经典下手。啊，真的，我也是好学生，听话了，依教奉行。 啊，那一年我二十六岁，啊，接受老师的教诲，到处去找佛找佛经，啊，老师也有指导，啊，他指导的时候就是《华严经》，他说《华严经》是佛法概论。 啊，他是这样介绍各位的。啊，那么以后接触到之后，古大德称这部经叫根本法论，跟《佛学概论》的意思相同。一切经都是华严眷属，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华严是什么？华严是。 根是本，那一切经呢？一切经是枝、干、花、枝叶、花果。把这部经介绍给我，我跟这部经也特别有缘分。虽然初学的时候不懂，但是非常喜爱。 啊，搜集《华严经》的注解，注解不多，啊，都是唐朝人的著作。啊，我们现在读的苏超、清凉大师，唐朝人；李长哲的何论也是唐朝人。 啊，华严的《搜玄记》《探玄记》，啊，都是唐朝初年时候的作品。啊，我们现在用讲《华严经》用的课本《书论转要》，啊，《转要》是清朝乾隆时候道佩大师他编撰。 啊，变得很好，啊，把这个经论呢简化了，便利于初学，我们就采取这个本子做课本来学习。啊，所以我们认识佛教啊非常重要啊，知道佛教是教育。 啊，释迦牟尼佛是个真正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了。啊，他一生的身份职业老师，从三十岁觉悟就开始教育，七十九岁。 过世的啊，教学一天都不中断了四十九年了啊。他走了之后，佛家讲圆寂，圆寂之后，学生讲他一生所教的。 所传的整理编辑，成为现在的《大藏经》，流传给后世啊！啊，可是《大藏经》最晚翻译的是南宋，所以。 他使用的文字是文言文，最浅显的文言文。这是翻经的这些大德，希望经典人人能看得懂，便利于流通，啊，一般人都能得利益，所以不用很深的文字，用很浅。 这很浅显的文字、啊、现在人都看不懂了啊！所以语文的教学啊，就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典籍无比的珍贵呀。 在这个世界呢，那是无上的宝藏啊！啊，这些年印刷术发达，啊，照相影印，跟从前这印刷便利太多了，所以经典流通的量比过去、啊、大多了。 啊，可是这么多典籍啊，不错，庄严道场，摆在这个图书馆里很好看呐、啊。没有人会念也是枉然呐、啊。啊，那么我们今天是供养如来，我们学习文言文，文言文是把这个钥匙拿到。 打开大藏的宝库，打开四库全书，你都能够接受啊古圣先贤的教诲，这是真供养啊！这才是最上福田。 这个法供养，我们自己得到古圣先贤所传的法宝，我们也能帮助别人分享这个法宝。这个果报是无量。 智慧呀！这个智慧是现前就可以得到啊，不要等来世了，啊，现在就能得到，来世得到的更丰富。啊，佛家讲啊，你现前得到的是花报，来世是果报，花报殊胜，果报可想而知。 像植物，你看它开花，花开的非常好，就知道将来果实一定结的好。啊，所以这时我们谈到了供养三宝，要这个供养法啊，要认真努力的学习，考试。 诸佛菩萨、古圣先贤，他的教诲，真实益了，就在四德里头的第一句：“随缘妙行。”啊，“随缘”这两个字好啊！我们生在哪个时代，就随这个时代的缘；生在哪一个地区，就随这个地区的缘。 这叫随缘呐、啊，啊，妙用！我们现在一般人，你不能不随缘呐。你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要、啊、是有苦难，你不能不受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不妙了，啊！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社会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电视，你们知道吧？最可怕的网络、电影啊，这些传播的、啊、为什么会说可怕呢？他教你什么？你看看这里面的内容。 如果教导我们是正面的，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那就好了，这世界就得救了。如果他教的是负面的，啊，现在人常说的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啊，那这个社会就乱了。 引导你向无止境的欲望去发展，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啊！这教人什么？教人自私自利。 啊，教人们的些观念，全都是错误的，啊，损人利己。啊，那么现在一般人都学会了，啊，所以整个社会。 产生了严重的病态，人没有诚信了。你看，我们中国人讲五常，这是基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人是什么呢？人是爱人。现在不爱人啊，现在爱自己。 损害别人利益自己，啊啊！损害别人是，那就真是，什么样手段都做得出来。啊，没有诚信，那就能做这个损人利己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的饮食。 没有安全感了、啊。啊，连蔬菜吃素的都很可怜了、啊。啊，这些农作物大量的化肥、农药，长得很好看的、啊，养分跟从前的。 这个人工农作相比，大幅度的降低了，营养价值降低了，看的样子好看。啊，那么你要喜欢吃肉的话，那更不必说了。啊，我曾经见过，啊，见过养鸭的，养猪的。 我见过，啊，从前养猪养鸭，农家养的，都是在野外呀、啊，啊，你看那个鸭子到处走啊，啊，猪也是如此，都养在外面的，没有养在家里的，啊，所以它是健康的，它自己到外面找东西吃。 啊，一只鸭子要养大得半年以上，啊，通常大概养到九个月、十个月才杀杀这个鸭子。啊，现在我看到这个养鸭的是关在笼子里面，是用很强光电灯泡底下长大的。 啊，喂的那个饲料啊是激素啊，啊，荷尔蒙啊，让它赶快长大，它长得真快哦。啊，一只刚刚生下来的鸭子，拿到市场去卖的时候，多少天呢？两个星期。从前要养成这么大的鸭子的时候，要半年以上啊，现在两个星期。 科学进步了啊！可是这种鸭子的时候，它的营养啊，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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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这个肉味道的时候，跟从前那个鸭子的时候不能比呀、啊，没味道了，而且什么？而且有毒，所以你吃多了时候，你会得奇奇怪怪的病。 中国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道理在此地。你说多可怕！啊，我从看到之后，我就告诉许多同学，因为我们吃素的人，有很多同学还吃鸡蛋、鸭蛋。我跟他讲这个事情，不能吃了。啊，我说你们仔细想一想。 你吃这个带鸡鸡蛋、鸭蛋的那个味道，跟从前一样不一样？真不一样！啊，不但这个鸡蛋、鸭蛋的味道不一样了，蔬菜也不一样了。从前的蔬菜多鲜多美，现在没有了。 啊，为什么土壤被破坏了？大量的农药啊，土壤破坏了。啊，纵然不用农药、不用化肥的土壤里头渗透着有农药，破坏了。啊，所以长出来的东西能长，味道变了。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啊，是讲我们这个时候的人啊，饮苦是毒啊，我们喝的是苦水呀、啊，吃的是毒药啊，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人心变了，人心为什么会变？ 没有人教啊！老祖宗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的心，良心呐，良心都是善良的啊。那良心为什么不见了？被欲望迷失了。 啊，从前人不敢做坏事。啊，读了圣贤书，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感到羞耻，不愿意做。啊，相信因果报应，不敢做。 现在伦理道德没有了，因果也没有了，啊，他真敢干呐、啊啊！真敢干，后头有果报啊！果报他没见到，他不相信。到果报见到的时候，后悔莫及了，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广修供养。 我们无限的感慨呀、啊！今天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些大众，我们要供养他什么？我们要供养他伦理，要供养他道德，供养他圣贤教诲。啊，这是他们当前迫切需要的。 啊，圣贤教诲多，典籍丰富。啊，那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从《弟子规》，从《感应篇》，从《了凡四训》。啊，印光大师给我们介绍的《安士全书》。啊，这个道家的玉《玉历宝超。 我们佛教啊，也是这两年我们从大藏经里面把释迦牟尼佛对于地狱的因跟果这经典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把它抄起来，汇集成一本啊。 注经佛设地狱记要，这里头一共有二十五种经论，讲的很详细，比《玉帝宝钞》详细，《玉帝宝钞》只是你造恶业有果报，但是那个因没讲的清楚，啊，佛经里头的因讲的清楚，什么样的因啊，有什么样的果报。 这个很重要啊！啊，我们是抄出来了，啊，当然还得要有人发心去学习、去讲解。啊，不讲解，一般人看还是不容易看懂。这好书。 真正能够、啊、化解灾难，真正能够、啊、恢复传统的伦理道德，啊，带给社会大众幸福美满了 带给世界安定和平啊，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广修供养啊！一佛陀教诲，一圣贤的典籍，那都是无上福田。 在这个里头，首先要有信心，这一点我们得学孔老夫子啊，夫子一生为我们做出榜样，性而好古。 我们要跟他学这句话了，啊，心是对古圣先贤有信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信心，啊，好古好事爱好。 向古人学习。中国谚语里头有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古人就是老人啊，古圣先贤的典籍就是老人的。 老人的智慧，老人的经验，老人的教导，如果我们能接受，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就不会吃亏了，就不会受苦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啊，先接受啊，像孔夫子一样，述而不作啊，完全接受古圣先贤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创作，没有发明，为什么？ 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跟别人一比，比不上人了、啊。如果说我们有创作、有发明，那一定是超过古人才行啊！没有办法超过啊，没有法子超过，就老老实实做个好学生。 就对了嘛！啊，孔子给我们做了模范。啊，他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通通是古人的、古圣先贤的。他没有说他自己有创造、有发明。 啊，疏而不足，幸而好苦。好学生呐、啊，真老实啊，所以他得到老师的东西。嗯，我们印祖就常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孔老夫子是十分恭敬。 他接受古圣先贤教诲呀，是得到圆满的利益。你说这多么可贵呀，多么难得了！这是我们要学的啊，真正发心学习。那这就是发心要做圣人。 发心要做贤人，学佛呢？发心要做佛，发心要做菩萨，那这是现前的大德了。啊，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照顾他。啊，帮助他、照顾他，得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呀、啊？ 你会把他害死了啊？为什么呢？看到这样的大德，赶快造一个宫殿、好房子来让他住啊！一切供养让他丰有，好了，马上堕落到贪嗔痴慢去了。人家才发现，又把他拉回来了，把他送到地狱去了。 发心是好事情，没有智慧呀、啊，反而害了他了。啊，怎样照顾他呢？只要照顾他衣食够了，啊，住的地方简单，不要让他去贪心。啊，小毛棚可以避风雨，行了。那是那是真护法，真善之事。 啊，如果说这个修行人觉得说这个护法该见到我这个不够意思，啊，对我太刻薄了，走了算了，他不会成就。啊，为什么他吃不了苦啊？啊，吃不了苦是，他不听佛的话了。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告诉后世的弟子。 必须遵守两句话：第一个，以戒为师；第二个，以苦为师。你要持戒，你要吃苦，你不能持戒，你不能吃苦，你不会有成就。啊，经典讲的再好，讲的天花乱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那是害人东西啊，不是好东西啊！拿这个东西来供养法师，错了，啊！所以，真正修道人自己要有高度警觉，这些东西来什么？赶快转布施过去，这怎么能要啊？ 啊，这个比毒蛇猛兽还厉害！啊，怎么能够沾染呢？这一定要懂得了啊，怎样照顾一个年轻的法师，帮助他成就高度智慧啊，千万不能害他。 啊，我们跟李老师学习啊。那个时候我出家了，啊，第二次再回到台州跟老师学习。啊，老师告诉我，你一个月啊，包括吃饭在内，生活费用啊，超过那个时候台湾钱。 一百五十块钱，你就不是出家人了。这他给我的警告啊！一百五十块钱，那个时候的台币，差不多跟美金比呀，是一比将近四十的样子，一比四十。 啊，一百五十块钱，四块美金不到啊！啊，一个月生活费用、零用钱一起，不可以超过啊！啊，老师在旁边看到我，我们自己也斟酌。 啊，所以有许多善心同学对我的供养，我统统叫他们买书给我，我没钱买书，啊，好书，把书名开给他，你们去找，找到书买书送给我，啊，我很喜欢，啊，那要建一个道场送给你，哎呀，那就要命了，哎。 道场，李老师以前告诉我，建道场的时候，个个都是菩萨，啊，大家同心协力建道场。道场建好之后啊，个个都变成罗刹，争名夺利。我才我也看到了，我才想到，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为什么？他早看到。 这个现象了，所以师尊一生不见道场，没有道场，啊，大家就不争了。佛陀的用心，佛陀给我们做的示范，啊，真的是苦口婆心的。 讲经受苦口啊，做出榜样啊，那是破心的、啊啊、念念的帮助后学，怎样才能成就？啊，怎么样才叫如法？啊，你才不至于堕落。 啊，这个道理，我们这么多年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所以在现前，我们所做的三种布施，这是张家大师教的。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它的根本。 是自己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根呐、啊！啊，这一句话，佛在一切经里头不知道说了多少次，说的次数越多，那这一句话最重要。 啊，受接受经典的教诲啊，经典的理论，经典里面的教训，我们接受持是保持，是要把它做到啊啊，这叫受持啊。 读诵，读诵是提醒呢。每一天早晚读经，啊，对提醒自己啊。早课读了之后，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出，不能违背经典教训。这早课，晚课是反省。 啊，晚上在读读经的时候，我这一天有没有犯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经典上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了，啊，很欢喜。明天还要继续去做。啊，这是早晚课的真实意义。 啊，这读诵啊，啊，后面为人演说，啊，演是表演，我要把佛陀教导我的，我要表演出来，做出来给人看呐、啊，啊，这是什么身教？释迦牟尼佛一生，他的行医就是身仪，啊，表演给我们看。 啊，说是有人来问，你得详详细细跟他解说。啊，最重要的是演，你没有表演，就是你没有真正做到，单单有言说不行，人家听了不相信，你自己一定要做到。 别人才会有信心啊！啊，今天是末法，佛法衰到极处了。要想把佛法振兴起来，谈何容易啊！啊！ 必须真正发心，把世尊最后一教的两句话真正做到。啊，持戒、吃苦，才能帮助佛法。 再复兴起来。如果这两句做不到，佛法衰灭是肯定的。啊，今天佛法在。 心灭的边缘，我们走到这个地步啊！它不能兴就灭掉了。我们今天是帮助佛兴兴旺起来，还是帮助魔把佛教灭掉？没有中间的路，就是两条路：帮助佛法心 那就真的光修供养了啊！帮助魔人灭佛法，这个果报我们就不说了啊，大家自己知道啊。夜鹰果报丝毫不爽。 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庄严句，啊，讲话慢，图像资财、重具，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啊，花漫香灯啊这个都是表法的。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供养佛最普遍的是燃香，啊，烧香啊，烧香什么意思？香代表界定，啊，界定真相啊，你看到香这个香。 看到了，闻到这个香的香气了，你就要想到戒定，持戒修定，它体现我们的。啊，特别是大众在聚会的时候，在佛前面点三支香，是叫大家说，叫所有大众要想到戒定，它体现你这个人。 除这个意思之外，相代表信。诚信啊，对佛陀诚信，对经典诚信，对老师诚信，推广对一切众人都要诚信。他取这个意思，你只是烧，不懂意思。 这像白烧了啊！花代表佛前面供花，不是佛喜欢看花了，不是的。啊，花代表因，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花好，因好啊！你要多做好事啊！ 啊，去这个意思。啊，看到花就想到我们要种好因。啊，佛前面要供果，果是代表果的开花结果。啊，我们要想好的果报，就要修好的因。啊，通通是表法的。啊，都是。 教育意义很深呐，啊，佛前面供灯，灯代表什么？灯最好是油灯，现在油灯没有，都用电灯。电灯表法不容易看出来，油灯容易，蜡烛容易，啊，那个什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取这个意思啊。 啊，念念不忘啊，为苦难众生服务，这个范围非常之广大了啊，舍己为人啊，不是损人利己呀，损己利人啊，燃烧自己损己，损己利人。 所以，全是表法的意思，全是真的教教学啊！这个要要懂。你要是真正懂得，你在寺院里看到这些一切的陈设，你就会开悟啊！啊，供的佛像。 供佛像是代表尊师重道。中国古人讲的“慎终追远”，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创教的这个老师，我们对他念念不忘啊！啊，菩萨是。 佛陀当年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啊！我们对老师、对学长的尊敬啊！这个佛寺、这个寺院、这个大殿里面供佛像，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神明啊，这不是迷信呐、啊！啊，而且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代表一个学科。 啊，那么诸位熟知的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看到观音菩萨像，你烧香磕头顶礼求他保佑，那是假的，那是迷信。他能不能保佑你？真能保佑你。啊，他用什么保佑？他的名号。啊，那就保佑你。啊。 你能够看到一切苦难众生，众生慈悲心就生起来了，就援手去帮助别人，这就佛宝，你真的中福了啊！第一张菩萨代表孝亲尊师，你得做到啊！他在那里表法了。 你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啊，文殊菩萨表智慧呀、啊，普贤菩萨表实践呢、啊，表落实啊！啊，他在那里教你啊啊，这就是你看，在几千年前，佛教就用艺术来教学，这最高明。 啊，你喜欢看，看里面又含着有很深的意义在里头，啊，让你时时刻刻提起你的警觉。啊，佛像代表果的，菩萨像代表因的修因，修因正果。 啊，所以最少这个供佛菩萨形象供三尊，一佛两菩萨。啊，佛是代表体，还原观里面讲，自信清净圆明体。佛代表体呀，菩萨是代表作用，从体其用。 啊，你看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体，啊，自信的心体；，啊，观音师智代表着代表自信启用心得，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大师智菩萨代表智慧，啊，慈悲跟智慧要巧妙的。 其用，只有慈悲，没有智慧，那就变质，叫慈悲多祸害；有智慧没有慈悲，也不行。啊，所以他两个要合起来，要圆融起来，那就叫妙用了。慈悲里头有智慧，智慧里头有慈悲。 没有一样啊，不是表法，不是在教导我们的啊！这是什么？这是佛门对一切众生的法供养，教导你那我们庄严道场啊，造佛菩萨的形象，知道造这个形象啊，是供养大众的。 提醒大众连建筑都是表法啊！你看佛教的大殿啊，大雄宝殿，你在外面看是两层，两层，里面看是一层。这从从向上看有真谛有俗谛，到里面去看呢，真俗不二。 啊，这代表一切法是圆融的，一切法是一体的。啊，外面有分别，里头分别没有了，没有一样不讲究。啊，所以他是，真的是方东卫先生所说的高等艺术。啊，高等的教学。 现在没人讲了，啊，把佛菩萨都当做神明看待了，这就变成宗教了，变成迷信了。你说多冤枉，啊，多可惜！啊，我们不知道，那情有可原；我们知道了，有责任。 对社会、对大众讲清楚、讲明白啊，然后才知道佛法里头没有迷信，佛法里头没有宗教的色彩。佛法承认有天神、有鬼神。 天神、鬼神都是六道众生，是平等的。佛是我们的老师，菩萨也是我们的老师，啊，乃至于阿罗汉，他也有能力教导我们。 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思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那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提倡孝道啊，所以人家要问起，我是有人问过我，中国特色、中国精神是什么？一个字代表就是孝。 中国是属于讲的是孝文化，冷场，四维、八德，都是孝文化的德目。啊，总纲领是一个字，展开来，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啊，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了，这是中国的精神呢。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受这个教育，所以这个民族令世界许许多多专家学者羡慕赞叹了。啊，和睦。 幸福、长治久安，啊，礼仪之邦，和谐社会，啊，怎么样缔造成的？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的祖宗、古圣先贤对后世子孙的不是。 是这些东西啊，我们怎样报答呢？我们接受过来，依教奉行，那就是我们供养祖先。啊，祖先把这个东西给了我们，我们还是能用这个来供养祖先，这就对了。啊，佛菩萨以经典，啊，以智慧，以德能，以相好。 不是给我们，我们接受了，医教奉献，报答佛菩萨，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报恩跟济苦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啊，救度一切众生就是报恩。 啊，真正报恩，哪有不弘法利生的道理呢？啊，弘法利生就是报恩呐。弘法首先要自己做到，所以要勤修善根，头撞大事啊！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 四红是怨，只有第一句是怨。众生无边是愿度。啊，苦难的众生呢，无量无边呢，你要去帮助他啊！用什么帮助呢？用财务帮助，那是救一时。 用教育帮助，那是帮助他永久。释迦牟尼佛帮助人，没有用财物啊，他没有财呀、啊，完全用教育帮助人破迷开悟啊，他知道。 众生苦从哪里来？苦从迷惑来的。我们今天世界上的苦难，都是从迷惑来的。落从哪里？落从觉悟来的。这两句话是真理呀、啊。所以，佛菩萨一生教学。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 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过往啊，谁去了不要啊，啊，为什么？做过往，你只能够利益一国的人民；如果你从事于社会教育，你能利益全世界的人民。 啊，那么佛法在向上提升，给你讲究竟的理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个范围多大了？你无法想象啊！啊，佛菩萨不为别的，为救一切众生苦啊！ 啊、这一点我们晓得，我们知道了，明白了。啊，自己深深感觉到这个帮助苦难众生，才到了真正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一些觉悟的弟子跟着佛。 去学习了，也像佛一样，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哎、啊，也发四弘誓愿，广度众生。但是度众生不是一句话。 能做得到的，你自己的真正有德行啊！德行怎么修呢？烦恼无尽，是缘断；烦恼断尽了，德行就圆满了。为什么？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佛说了。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自心里有德，圆满的德。现在德为什么没有了？是因为你迷了。破迷开悟啊，你的德圆满的德行就现了。啊，所以头一个断烦恼啊，啊，第二个呢学法门。烦恼没有断，不要去学法门。 为什么学不到？你所学的里头夹杂着烦恼在里头，这话什么意思？你不会开悟啊！你所学的东西是死东西啊！如果烦恼断掉之后啊，你学法门一学就开悟了。 啊，一部经通了，所有经都通了；一个法门明明了了，一切法门都明了了。道理在此地啊。啊，你没有德行怎么行？啊，所以这些年来，我跟很多同学在一起，特别重视要扎三个根。 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这三个根扎下去，你学儒，你能成圣成仙。你学佛，你能成佛成菩萨；你学道。 你能成神仙呢？啊，如果没有这三个根，无论学哪一家都不会成就。啊，学佛学学佛，你不能成佛菩萨；学术，你也不能成神仙。 然后你才晓得这个根是多么重要，这叫勤修善根。啊，有勤修善根呢，才有菩提妙法。啊，菩提是印度话，意思是觉悟啊。觉了之后，你就有善巧方便了。 善巧方便就是妙法啊！这个妙法落实在落实在生活啊，头一个落实在你身体，身心健康啊，幸福快乐。 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月“悦”是喜悦啊，喜悦从哪里来的？从学习来的。你把你所学的东西全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中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妙法。 啊，所以你的受用，啊，身心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啊，社会安好，世界大同，这种不快乐，都从学习当中得来的。 啊，佛教里面称为发“发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呐。啊，那欢喜呢？觉悟来点，明白了，不迷惑了。啊，这个是供养。 真正得到的受用啊，所以财布施的财富，财富不要自己享受，自己享受，那你后后面会乐极生悲，你就有苦来了啊。有财富怎么样呢？自己过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多余的财帮助需要的人。 你多快乐啊！你多幸福啊！啊，不可以留下来，留下来就会生病。啊，像水一样，水要让它流通。我们中国古人对于钱财叫“通货”，“通”就是通”是流通的，像水一样，它流通的活水，这边去了，这边就来了活水。如果是死水。 死水就变臭臭水沟了，啊，就会腐烂了。所以一定要活水，钱要活的。这边来了，那边就去了，啊，这边去的越多，这来的也越多，永远用不尽呐、啊。决定不能储存，一储存就坏了，就坏事情。啊，身体。 永远健康长寿，不生病，啊！人要准备一笔钱，准备将来养老，他就老了。为什么？他心里想的，我要养老，就老了。还要准备一笔医药费，他一定生病。啊！所以我没有养老金，我也没有这个医药费，所以我就不会老，我也不会生病。 道理在此地呀、啊，谁教的？佛菩萨教的，老师教的啊！啊，这真话不是假话了，啊，决定不要替自己想，多替别人想，啊，别的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想慢慢老了，真老了。 老了一定生病，真的病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要帮助他啊，帮助他养老，帮助他治病啊。这是什么？这叫无微不施，无微不施的果报，健康长寿啊。所以你真的懂得怎么布施，怎么供养。 啊，我们今天看现前的社会，老人最可怜。我这些年来走了许多国家地区，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会看两个事情：，一个看这个地方的老人福利事业，我会去参观；，另外一个呢？ 我会了解这个地方青少年的犯罪犯罪率，这社会上大问题啊！啊，青少年犯罪率普遍在上升啊！啊，青少年要不能教好。 下面的社会怎么办？下一代，这不是小事啊。老人一生辛勤的付出，到年老的时候，儿女不孝都不养，交给国家。啊，国家带头养老的是美国。 啊，澳大利亚也是跟进，许多国家也就跟进了。那么美国现在穷了，养不起了，怎么办？你说老人多可怜啊！老人年老了，退休了，进了老人院，进了老人院，那个气氛非常不好。 非常的孤独，老人跟老人不讲话了，生活在一起，彼此见面不打招呼、不讲话的，啊，孤独。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坐吃等死”，你说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澳洲的老人院办的最好。 啊，他那里人少地大，所以老人居住的环境好，都像居住在公园一样。物质生活照顾的令我们满意，但是精神生活没有。啊，所以我就很想啊办个老人院，把老人院办成老人学校。 老人大学里面开很多科目，啊，让他把老忘掉了，他在里面继续学习，啊，喜欢学什么，我们都请老师来教，啊，充实老人文艺活动，啊，每个星期天可以举行一个晚会，啊，大家在一块交流。 啊，要让,让老人欢喜，个个都喜欢说话，他们有讲不尽的故事。啊，有的说是上台嘛，说是大家来分享嘛，你是多快乐呢？啊，他还身体还不错的，他还有专长的时候，他可以教学生。啊，我们可以打出广告，让外面年轻人免费到这边来学习。啊，一个星期给他开个一堂课、两堂课。 让老人来教，老人院里的教师啊，有像学校设备一样，让他晚年过个非常愉快的生活。啊，这老人你要知道，这学佛的人都知道，心情不愉快，有怨恨，有不平，死了以后都是到三途去了。 那他晚年非常愉快，非常快乐。他死了以后都到天堂去了。但于于是你把这个人从地狱里面拉出来，送他到天堂。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啊？老人院里面做护理的这些人啊，都是天使啊。 他们这份工作是无比的神圣的、啊，啊，所以我想了好多年，想搞老人院。啊，我要让老人院的院长到底下的所有的员工都能够啊明了，他们的这个任务责任呢是神圣的责任。 啊，真的是把人从三途送到地狱，送到天堂，啊，比宗教里面的传教士高尚的多了。我们比不上啊，他们真干呐，啊，真的把这些三途人送到天堂啊，我们还未必能做到啊。啊，他要有这个认知。 啊，要用什么？要用孝顺心对老人，要把老人看作是自己的父母一样，要那样的关怀。也就是说，老人院里面的这个护理的人员都要学《弟子规》，都要学《感应篇》，都要学《十三夜》。这三样东西学好了之后啊。 那他就是标准的孝子贤孙，<行>你说老人怎么不快乐啊？啊，不要做多，只要做一个就行了，一个做做出来了，开放给大家看。啊，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老人福利事业，请他们来参观，看到好，大家来模仿，大家来照做，来推广。 老人就有福了，老人有福了，这个社会就有福了，这个国家就有福了，啊，世界就有福了，大家都有福，这个世界上所有灾难都化解了。真正做，化解冲突，啊，社会祥和。 世界和谐的工作啊，啊，这工作都有意义，都有价值，啊，到老人院里面去做一个员工，啊，去做一个孝子先孙，啊，把中国的孝文化向全世界推广，啊，来化解灾难。 把这个世界回归到安定和谐，希望真正有这个认知的人，啊，有这种愿心的年轻人参与这项工作。啊，这项工作就是孝养父。 啊，那么年轻人，我们要办学校，学校把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加进去，啊，让学年轻人从小就有德行，啊，有德行的教育，他不敢做坏事，羞于走他懂得因果教育，他接受过宗教教育。 他不敢做我，这两重约束啊，这个人一生是善人君子，他不会做坏事你叫他做坏，他不敢做啊。啊，所以古圣先贤道德教育要不能够恢复，这个世界以后麻烦就大了。 啊，这社会混乱，如何能化解？所以真的要记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还不听，后头还有大麻烦，还有大苦要受。啊，所以我们明了觉悟的人，赶紧把老人找回来。 啊，嗯，我常常说，就是就是社会发生问题了，在问谁？有人问过我这么一句话。我举个例子，我说你看看，两三岁的小朋友，他遇到困难，他问谁？肯定去找他爸爸妈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是古圣先贤的后代啊，碰到问题，了，他在找老祖宗，只有找老祖宗才能解决。 啊，学习老祖宗啊，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广修供养啊，这这一条啊，感触太深了。我们怎样修布施，怎样修供养，得到真实的功德，真实的效果啊？这个不能没有智慧。现在时间到了。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